安宁版的医疗暨卫生医疗抉择意愿书，我放弃以后的，可以讲做简单的治疗啊，放弃以后的心肺复苏术啊等等卫生医疗啊哈，我去做这样子的交给卫生局哈，在这边。为什么这个是我个人的事情要在医生堂讲？因为现在的氛围啊，觉得以后不急救，好像大家会觉得我的子女不孝。其实不是子女不孝，是我自己的意愿。我在这里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决定。啊，我的子女是很孝顺的，这是我觉得，这是我身为一个人的价值啊，最后的利用，最后的贡献哈。童瑶，哈，他家里针对他要不要，插管啊，都有很大的争执。那一定也有很多家庭做这样很大的争执。如果我们可以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尽早决定，大家都不用争执了嘛。啊，那公家以后得到我的大体之后，那研究生也不要去买私体了嘛。啊，多一些人，他们以后要怎么切就怎么切，我们最后还不是变成灰了？给他们切一切有什么关系呢？延续一个研究啊，这也是一个贡献啊。啊，这不是我私人的问题啊。要不要喂食灌食？所以我想说，不要把问题留给以后。我今天咨询完毕，表示我还清醒，我的意识形态状况还存在，所以我做我自己的决定，不要把问题留给以后。我是可以做决定的。